这条狗比较凶啊，哟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小腿上的肌肉，这是应该是那种抓兔子的。那小鸡，这啥品种啊？不，这啥品种？回避哦，回避它。啊，抓土的那种，这是。嗯，回避它。俺就老漂亮，这两个牛。你啥玩意儿搞不了？这个这个八扇，你还来在那迁回来？狗腿上发给他我了，费劲。用真夸条狗，这个狗都崩溃了，他看他看不惯。后面不能吃肉食。啊，也吃不中了。好多人那都不买。抓坏人，抓坏人，抓。你是戴在脸上，他不敢想，是吧？这两条狗真漂亮啊！是，那条长得有点像袋鼠。